都是因为苏小慧。我来台湾十六年了，我老公是台东人嘛，是阿美族，跟小慧同一个部落，真是七八年了。来台湾的我们越南的是很多不懂的，他都跟我说是如果是阿美你来台北，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你赖给我，有空的时候我看我马上就回你。是真的，开始的我都不懂，这边那个怎么开店的，很想开店不知道怎么办，他会叫我是那个要去申请什么什么的，遇到他的这样子是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的帮助。慢慢的我那个有朋友的也碰到什么困难的他就跟我讲，我想有可能是小慧他会知道，然后我就赖给他，我也很开心，就是他不会那个分高低的，他很热情，反正是问哪一个部分的他都那个马上就帮我们那个了解，然后他帮我们解决的，遇到什么困难的小慧会帮忙我们这样子。qua đây thì mình cũng muốn nhắn gửi với các bạn là các bạn ở khu vực Xin Trang, Inh Cơ rồi là Su Nín nên ủng hộ cho chị đấy, vì là chị đã giúp cho In Way Chu Xiao Hui, Thái Lan chứng với của Tia Cả Cha. Quốc hội 好表现，地方有成绩，苏巧慧。